冠军的时候，总教练，总教练，好好，那因为我们队是九六六，还有那个就当时的是杨基，还有大老师，继续，过去是很有名的一些选手，这样，就教练不是每队，没错没错，但是。这个球场我运作到2008年了、啊。那我们台湾日其实今年会是第18年。我们第二届台湾日是2006年的时候，在新 Stadium 对上了洛杉矶道奇队。OK， 阿曼。这叫 FC， 这叫 Rubber 在球里面。你们这个大门就是。2009年的世界大赛的冠军戒指。还蛮漂亮的，现在的更夸张一点，上面还有钻石、欸。对对对，但是现在的更浮夸了啦，现在是整个都是这样。And Francisco Alvarez drew a walk in yesterday's nightcap. It is 赛上一边放这个彩蛋，然后他的弟弟啊，哈，多功近人。第一个月才450名啊，都是客气客气啊嘞，太客气啊！好，一二三，干杯！干杯！这是他的专业，这样。我来送你一个东西做纪念。谢谢。来，谢谢叶叶哥。来。刚是有点没，他加油。好，谢谢。祝你们工作顺利。这个就厉害了，都是大联盟的营养师。那他等一下要下去底下跟球员在一起，拍个照啊。好 ，OK， 谢谢吴总，谢谢哦，可以加油，拜谢，拜谢，继续。大家好，大家辛苦了哈，谢谢大家跟我同行，要去巴拉圭啊，去传达我国人民对巴拉圭现任总统就职的祝福啊。今天在纽约的活动还算紧凑啊，那我们也跟侨胞们大家一起见面啊，共同关心台湾，以及共同关心市区。那下午我也很高兴啊。能够跟他们去看一场棒球，但是因为我们哈要准时搭包机前往巴拉圭，所以球赛没有看完。那我们也希望这一趟到巴拉圭能够成功，达到蔡英文总统的期许。那一方面呢，我们能够深化台巴的邦谊；另外一面呢，也能够进一步拓展两国的合作关系。共同促进两国的繁荣发展，因为巴拉圭是我国在南美洲非常重要的友邦，已经有66年的情谊，而且我们也非常重视哈台巴两国的邦谊。那巴拉圭的现任跟即将上任的总统，在今年都先后来到台湾访问，也先后坚定的表达跟台湾有。持续维持邦谊的立场，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哈，我们非常希望未来台巴两国的邦谊呢能够巩固啊，那两国的这个发展也能够创造双赢。好，简单跟大家报告，谢谢大家哦，谢谢大家。